般我都是很准时结束的啊，但我有求神也保守我们客人，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就像戴丽丽，她自己她的三个朋友在四个坑里面，里面门神保护一样来保护。上这个课我们就是一定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么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在空中的恶者哈、啊、管辖空中黑暗权势的邪灵征战啊，所以我们一定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你的生命发生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意外，任何的突发事故，你第一个要为你先想到，而、啊、不是直接反射啊，对于人直接反射。哦，这个求神让我们明白，但是当我们这个信的时候，神就让你经历平安了啊！我跟各位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属灵的征战，但其实从我们从妈妈把我们生下来，到一直回到天家，我们都活在一个四度空间的一个战场里面了啊！这个战场是平面空间立体，还有灵界的结合。啊，灵界肉眼不见，它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战争啊！哈，但感谢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神特别的同在保护，而全世界的人却是落在那恶者的一个掌权里面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战场，你如果不会打仗，哦，魔鬼不会很怜悯，就对你特别好一点。他只不过是更快来给你收拾而已啊！啊，有一个老太婆，她大概是不晓得违反交通法则，还是偷了人家东西，被人送到这个派出所去了。这老太婆就说：“我又没有读刑法，我为什么要被你判刑？啊，不可能啊！啊，你犯罪就是要接受刑法啊！”我最近在看一本小品哈，它是个见证。提到说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生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交鬼，他的法力就很强，强到他爸爸妈妈都怕他，甚至那些巫术啊，那些法术人都怕他。然后最后这个人变成抵打，最后他以前不是撒旦，现在是不是耶稣？他就分享说，当他以前的时候，怎么样跟空中的那些邪灵。怎么样攻击教会，怎么样集体来攻击基督徒，他就开始分享他这一本书的灵界真实的征战。他说他们以前在天上的时候看地上的基督徒在祷告，他说有三种祷告。然后第一种祷告呢，就是祷告就像有烟一直上来嘛，第一种祷告的烟上来以后呢，但是一下子就被吹得无音无影无踪了。他说那一些的祷告呢，常常是有些罪没有被洁净，还是有些罪他不愿意被断开，所以就没有权柄。基督徒不是跟着比赛，基督徒是你在神面前，你怎么经得住啊？这跟你的权柄，跟你能不能被神用是有绝对的关系。而第二种祷告呢，这些祷告好像都是一些爱主，甚至奉献啊，甚至品性很好很的人在祷告，但他们的祷告一上去以后，空中有很多层啊，好像一个东西都盖子盖住了，他没办法突破，没办法突破。好，那这一些人常常是他很爱主，但他不知道怎样祷告啊，不知道哪个方向来祷告，在灵里面不是很敏感，所以就是突破没有办法。而第三种祷告呢，那个祷告一烟上来的时候呢，他看见有火。那个火一上来带着那个祷告，是不是岩石跟蜡烛一样，就好像很容易就融化掉了啊？但是当这种的祷告出现，这种的器皿出现的时候，魔鬼就开始紧张了，他们就开始联络怎么样去阻挡这个拦阻这个人啊。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祷告到一半电话响了，他去接电话，接完以后再回来重新开始啊。所以求神让我们很敏感啊，一个服事的人，你怎么样在灵里面很警醒，这是一个学习啊，这是一个学习啊，感谢神。所以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敌人从哪里而来？我想这个圣经节大家都很熟了哈，有三分之一的坏天使摔在地上哈，怎么样来破坏这个地？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真实哈啊，高傲。再来，所以我们要怎么警醒来迎敌呢？亚当
被撒旦打垮是在伊甸园最舒服最美的地方。所罗门王，当我说什么，我现在内心有很大的感触，最有智慧的王，他最飞黄腾达的四围的国，没有一个国家不敢来给他朝拜进贡，他的聪明智慧大家服他。但是这种所罗门到最后却垮然大，垮然大。他是怎么样？他全盛时期跌倒，这是给一个不世的成功很大的提示。你今天的成功不代表明天一定会成，一定会在那个位置上，很大的惊喜。但你不需要为你今天的挫折在那唉声叹气，你要在神面前说主啊，你知道就好，就这样啊。好，再来呢，打仗要凭计谋，真正的兵器是属灵的能力啊，攻破坚固的营垒，但需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不是人只有大声喊。而是你有信心的眼睛对神的一个同在的一个感谢确信去宣告神的话，你的心就被打开。好，不要轻敌，是的，但你不需要高抬仇敌，因为主耶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天上地上地下都要印着那名不下来，是印着耶稣基督，不是人，人不行。但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再一次相信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你就不必被仇敌。感谢神，神掌权，神胜过他。征战的目的呢，让你会经历属灵的征战啊，你可能有没有人现在经历属灵的征战，可能有啊，晚上就有了啊。但是呢，神这一些都要再一次来熬炼我们，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啊！所以很感谢神，就是我们天天亲近神，然后求神让我们天天的力量增加啊，神在你身上的荣耀增加。我最近听一个牧师讲一句话，我蛮有感受。他说，一个人属灵的巅峰什么时候啊？应该是他要离开世界那刻，是属灵的巅峰。肉体是会越来越旧。但神应许是你的心是越来越新，年纪大的人活得比较单纯一点，都比较快乐，不要那么复杂，想那么多哈。就是你的心可以一天比一天新的，因为你看透这个世界，你看清楚了你的人生，啊，你知道说唯有他是主，他是我的 future， 啊，你灵性应该到你那时候是一个巅峰了哈，感谢神哈。啊，所以呢，你生命当中如果有黑暗的权势，就永远有恶者来攻击你，战争永远不会停。这个是假的，所以我们最终不是怪别人，你自己啊，你的仇敌自己啊，你要自己要真的是要让自己死啊！哦，也就是那比如说啊啊，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哈啊，你要灵死啊，那个灵死的灵菜棒啊，哦，长出来一样的哈。感谢神，你生命有破，你又故意不去看它，不去处理它，你就永远有魔鬼的攻击在你的生命上，这是非常的真实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很重要哈啊啊！神要我们进迦南美地嘛。哦哦哦，那分享神的得胜，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吞吃仇敌啊！哈，让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在这里面，啊，不要先去怪别人，在里面啊，神要给你平安喜乐荣耀，魔鬼要给你仇恨苦毒争病嫉妒跟荒凉，跟魔鬼对接。再来呢，怎么样来预备征战呢？第一个。要除去生命当中的破口，不是魔鬼可以随便攻击你，而是你开放一个破口，让他可以随便进来糟蹋你。所以圣经雅歌啊，就他说我心里有个花园，这个花园是我让我的神来享受的花园啊。所以说，如果一个城一个城如果没有围墙啊，那个魔鬼就会随意进出。啊，来攻击你一样哈、啊，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这样一个学习，不要开放破口，啊啊
让我们能够圣经在诗篇第二说，让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他的权柄里面。其实很多人侍奉啊，你那个要这样学习呢，特别一些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侍奉，你真的是要这样学习啊，不要只想到你自己，你越想只会越慌的，这个是让神保护你躲在他的里面而已啊。感谢神的恩典哈，还有不是只有我嘴巴讲啊，我嘴巴喊耶稣基督，而是你这个人的生命形象，你有没有活出来？你有没有活出神的生命？你光嘴巴讲真没有用了，对不对？圣经门徒他们就讲嘛哈，他说啊，门徒我认识保罗，我认识到底是谁啊？啊，就是让我们不是只有嘴巴哈利路亚，真的不光是你心要去做。我就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看敬拜啊，在上面在台上一直唉声叹气，我就说他应该先烫了再上去。你烫了再上去，求神帮助我们哈啊！心思的，哎，攻克己心啊，保守你心，是不保守一切？刚讲的，你心如果没有保守，就像一个城面围墙啊，连狐狸什么都半夜都会随便给你进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看守你的一切哈、啊。故意违背上帝的话，就一定有魔鬼攻击你。你故意，魔鬼都知道啊啊！哎，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我有才干，不要不服权柄，你一定会被魔鬼给你打倒。服侍，不要不服权柄啊啊！魔鬼一定会把你打下来哈、啊啊、你的心思意念哈、啊，还有你要注目基督，而不是一直看着你跟魔鬼的征战。对，是有征战，但你要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你在那边想你的困难不会解决的，不会解决的，你只能够靠神一直仰望他，仰望顺服神的给你带领，打一场永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争，好不好？好，我跟你讲哈，我给你讲义呢，本来是三课，我浓缩成你这样，好不好？所以你不需要看你的讲义啊，找你看这个，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浓缩成你这样啊，你回去再慢慢看 ，OK 啊，好，感谢神的恩典哈啊。征战的武器哈，征战的武器是什么？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名啊，后面我都有你的讲义，我都附一些圣经节，耶稣基督的圣名。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数尽神的作为？谁能数尽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祷告非常带着很闷的、很沉的，我就请大家起来，围圈开始唱一首歌，唱完又开始宣告征战、捆绑、祷告，你就这样正在耶稣基督的圣灵里面，你就力量就在这了，好不好？靠神的话我们知道去赶鬼，你知道你是靠神的话赶鬼啊，奉耶稣基督的人赶鬼啊。有一次我去短宣队，就是后来我在一些养鸡场这样做一些讲，后来人家当地医院说，哎，你这个讲座晚会能不能帮我妹妹祷告？我说可以，但我心里就有数了，那大概就给数了。完了就带到教会里面去，哇，就我不行，一同工跟他祷，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就我们同工祷告的很大声的、啊，就后来同工把说故事。不行了、啊、你来吧。我看他们在那边，我们一大声那个被你打过来，比你还凶。啊，我就说我安静下来。我就说我奉耶稣，我问你，啊，你叫什么名字？他直接就讲，我变一个声音就讲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奉耶稣，我命令你出来。他怎么讲？他说我在里面住二十几年，我为什么要出来？对。就是说奉耶稣我命令你出来，就直接这样给他宣告，看他就一直发抖，就倒下去，我就直接把他抱起来，为他祷告。但是到那个
短线最的第一天，到第七天礼拜天，他一家七个人来受洗。不要。神就是解办法，所以靠神的话，我奉耶稣的名，不管怎么样，奉耶稣的名。但是呢，你没有真正那个信心了，你才有用了。奉耶稣的名祷告啊，耶稣的宝血，感谢神。常常基督徒常常要宣告主耶稣，你的宝血代表我全能。这个时候，我也相信你的宝血的能力运行在我身上。借着神的灵运行造成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主，你的宝血进到我的心思意念，进到我的一切，我的灵里面释放我。奉耶稣的宣告，耶稣的宝血斩断仇敌一切的权势，宣告他回顺。你要这样祷告，我告诉你，你这样祷告你就会回顺。因为人自己有很多问题，自己不知道，就知道真的有时候人多少都有些神经质啊，没有一个真的，我们就需要你就是要这样宣告，耶稣基督保宣告，靠圣灵，圣灵能力就是你要跟他有关系的，你跟他没有关系，到时候你要他圣灵，不知道他在哪里，跟他有关系啊，捆绑魔鬼。其实这个时代，魔鬼让人越来越猛，真的让人心思意念全被拉掉。啊，我最近家，我一个台中，啊，我高中一个同学，就高因为一个这个弄的猪群，他一天传100多个东西给我，我连笔记本都很麻烦，真的，其实魔鬼很厉害，他跟你竞赛。有一次我到台北一个监狱去布道，当我布道我要离开，马上要离开，和尚三步摩托车就进去了，你不做他也帮你做。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要捆绑魔鬼，要起来宣告，教会要起来宣告征战祷告，已经到这个时代，你没有这样宣告征战的祷告啊，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但发现都没有用，并且越来越沉闷，要起来做宣告祷告啊，好不好？好，再来，那这里就写嘛，弟兄圣公他是羔羊的血，跟你所宣告的道啊。靠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啊！你们在地上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祷告，两三个人他在我们当中，两个人同心祷告，神就垂听。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特别你去做福音工作，基本上你就发现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并且你一定要相信，不然你就动弹不得。就这样啊！再来穿戴。全副的军装，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有的人腰上的闪到，伤到，他就会弄个带子把自己箍起来。但是呢，你软弱，但你用神的真理把你包扎起来，你就不会倒，你就不会怕，神的灵真的是打不倒的，放诸四海一定能够实现的。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的。天地改变，神的话是一点不会改变的，所以不要管世界怎么样改变，但世界还是按神的话在走的，再来，有公义当复兴尽遮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你要祷告主啊，是的，我不完全，但主耶稣感谢你还是爱我，我不好，但你还是爱我，你就是要这样的心，不然你就很容易有忧郁。就会忧郁啊！我不知道不好，但是你就是爱我，我就是在这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还是爱我。平安的福音，做一边走路的鞋传在脚上，耶稣基督就是福音，天天带着神给你的平安的福音，为主而奔跑。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事情跟福音有关系吗？如果跟福音没有关系，你就比较是浪费你的时间了，你很多的嗜好是你喜欢，但跟你未来的神的国度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怎么办？甚至是在这个天主教后书说，这个辨神是保罗美丽提摩太，他说你要像一个精兵啊，一个精兵就是不要被世界上的事情把你缠累，不要受到世界上的忙碌把你缠累住，要把那些放开，你才有办法做一个打仗的人，再来拿着信德的
盾牌哈，这个信心就是耶稣，魔鬼控告你，但是你要信心，我控制你，我宣告你离开，你就有这个信心。我你真的这样宣告，真的从你离开。但基督徒越来越好像越少这样做这样宣告，因为要得的知识要研究的太多了，但单纯的信心常常就没有了。戴上救恩的头盔，保护你这个头，这很重要。以前我在训练 PD 小组，我说讲一下啊，我在当警察，我当开始当派出所主管的时候，我的下级可以一个老警察扮演一个人，那带着棍子去巡逻，到后来说不行，一定要两个人带枪。那时候台湾以前一个警政署长叫罗昌，他说罗昌说让你当了四人的署长，你占了我什么东西啊？然后包了一个机动警网。就是规定晚上去巡逻一定要四个警察，全部要穿红带背心，如果没有穿，带队人家处罚。结果有一次呢，一个警察就四个去半夜去那边盘查，结果呢把一个护士拦下来，结果就拦下来就要带队的要给他要证件，那个护士把证件拿出来，把枪拿出来，啪一下打就打中那个没有穿红带背心的，这么简单刚好打中他所以我们的仇敌哈，我们要很小心，好不好？要戴着救恩的头盔啊，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宣告神的道。每天有灵修跟没有灵修，跟你那一天的生活是完全没关系，讲不了了。每天没有灵修，安静祷告，出来做的事情都常常不会对的求神帮助我啊！靠着圣灵，随时都能祷告哈。穿戴属灵的军装，但我们知道这属灵是用祷告去宣告，祷告是把它穿上去的哈。感谢主哈！我以前在训练兵小组，在北投我很感谢我那个队是有六个组嘛如果机会是讲我射击不是神枪手国手跆拳组都是跆拳国手然后他们在一个体积大楼那些都是年轻的在训练全国的队伍。但我每天我进入大办公室大楼到那个体系到海登路，我都举起手祷告，我说主啊，奉主灵我捆绑空中黑暗的权势，主求神灵您来掌管我这个办公室。我告诉你，我看到我的同事一个一个来到神面前，一个一个来到神面前。后来我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当那个单位的主管，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我当大队长，我在办公室。我可以控制一些音响，我就在音机里面，我就放一个音响，可以它有广播嘛？但我放这个圣诗，但我没有放唱，我放演奏曲录音带。我就看到我那个单位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各位同志们，真的是灵界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去得着灵界，常常就神就得着那块地方了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还有什么？你要会交托，交托是很多基督徒包括不会，真的，你没有交托的时候，你就会越苦闷，别人也帮不上你的忙，也不知道如何帮助，其实搞不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还可以交托给神，赶紧换我给他祷告完了。我说把你的重担交给神，其实他真的解决吗？他不知道他在一个关注组了，但至少他可以交托。我就看到他，神就开始做奇妙的事情。神就开始做奇妙的事情。于是我们演唱完以后，要出去，这个负责电弄音响那个弟兄，他说：“牧师，你今天唱的我很感动。”他说：“我在不久我会假释出狱，我要跟你一样去读神学院。”很好。结果我们的师班有一个人，他是住台东，他说好，他的家族就找过他，结果他真的出来，真的找到他，找过他。好，感谢神，因为用的人很特别，很奇妙但是呢，教会说我碰到软弱、凌辱、被不公平的对待、被打击、急难、逼迫、困，他们说你还是要喜乐的，你没有喜乐也是不行的。但是呢，喜乐是代表你有个信心，我已经交给上帝，你知道为什么？喜乐是因为你有个信心，主，我已经交给你，
我相信，甚至说，保守，我相信我所教父给他，他会保守我到哪一日，那是一个信心。你当然可以自己扛了，越扛是会越重，真的，越扛是越重，真的。可能你现在就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家事，你不知道怎么办，那你又能怎么样？吵吗？但这个，你交托神，他就能够给你智慧。至少你有那个平安跟信心跟喜乐会跑出来，那是智慧。信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那是一个智慧。好，所以保罗，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他什么时候软弱，他就这个时候我不行，但主你可以。我的唯一的心是主你可以，但我不行，你可以。我经历很多，我经历枪战，我经历过孩子被医治，我还一生下来，医生就要开刀，不开刀不会，他藏着书里。我的以前在台湾的教会的很多都是医生，他说这孩子这个肠一开刀就不瞬间不会再长，我相信他讲的是对的，因为他是医生嘛。但我就有时祷告的主啊，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帮你有没有办法，就我在想你了。我想你认识 Angel， 他两岁，他是两年岁年三次开刀。他两岁第三次开刀完，到现在没有再进过医院。没有，感谢神。他也读了神学院，也读了法学院当律师，是吧？好，感谢神的恩典啊！我说，主啊，你可以。我不知道怎么办，但主你可以，那就是你的信心。因为有很多是超越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神的意念高过人啊！天怎么样高过地，神的道路怎么样高过人，就是差太多了啊！很感谢神哈，你信靠耶稣基督哈，就有神请你特别的祝福，所以你要赞美哈。我知道约沙法他碰到的困难该大了，仇敌把他围得团团转，根本没有路可以走啊。如果我们可能就是趴在地上出去投降，有可能没有路可以走啊。但是宣告见识法哈，宣告赞美。就看见神行奇妙大事。我讲一次，就是我在台北基隆一个监狱去布道，但基那个监狱不大，结果一般没有监狱没有钢琴，我送给那个钢琴，我们送了20几部，结果那个监狱没有钢琴，结果当地的一个监狱的一个关怀的牧师啊，他说这样好了，好，你明天9点半布道，我9点以前我会把借一个 keyboard 让你弹，我让四部合音呢、啊、是用钢琴，好 ，keyboard 很有强啊，好。就那天一到9点多一去，钢琴那个 keyboard 没有来，犯人就坐在那，我就请朋友打电话去问那牧师说，那个 keyboard 怎么来？还没，因为那个建议还爬山都带上来。那牧师说，我去要去借的那个教会还没开门，我说来不及，这是来不及啊，就没办法，犯人就坐在那边，对，有一点坐在那，我就给示范怎么开始，就有个小计划是吧？现在你吃东西都吃原味的哈，我们就会唱原味的。哦，四个唯一的谱哦，你有琴吗？啊，没有，非常难。OK， 第一个就是训练够，第二个依靠神，非常的感动。啊，唱到一半就请才来啊。就那天一表演完以后呢，我有一个领队，啊，就两个年轻的犯人在那帮忙我们弄那些东西啊。就问其中一个，其中一个说：“你今天有什么感想？”他说：“我很想哭。”啊，他很感动。就问第二个说：“你今天听我们这样唱，你有什么感受？”他说：“我很想洗礼。”这个那个领队就问他说：“你真的很想洗礼是吧？”他说：“是。”他说：“我们牧师在这里就给你洗礼。”他说：“好。”结果我就下来哦，我就想我说：“我是不是我负责你想接受洗礼，认罪悔改，成为耶稣基督的孩子？”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说是的，我就想要跪下来，当着那些犯人跟他回应，他们就给他洗礼。我布道这样300多场，才第一次碰到他。但是照说应该是最不顺利的，没有钱啊，但是神做的功却是最大。所以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眼睛、你的心情去看你的环境，你怎么看怎么失败，你一定要放手。仰望神啊，那是完全不一样啊！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已经够惨了吧？但他在里面，他不是他的神，他有
开门，他再被击败战，结果监狱的门就打开了，监狱的门就很打开了，啊，非常的奇妙，神奇妙的作为啊。有一次我去台东恒春基督教院，给我安排到恒春去教短宣队，结果那个恒春国中啊，大概我派了五十几个学生去教他暑期班、实习班。我就给那些老师，美国去听老师讲好，说我们今天到礼拜五的时候10点钟，我们一起都做呼召。但9点半，你们每一个人开始做你的见证，10点钟一起呼召。结果到9点半的时候呢，学校广场的麦克风响，所有的暑期班的学生现在马上集合到操场集合。哇，本来教室都很多学生，一下跑得咣咣，一个都没有。结果老师走到阳台问我是怎么干的，我说这个祷告怎么打的，老学生都跑掉了，没意思，半个小时又学生全部解散又全部回来，啊，就碰到很多很感谢神的事情，就是你正常的状况，你就是用感谢的心交托给神，可能这就是你现在一个学习的，好，再来，怎么样能够有更有效的行动呢？第一个，悔改祷告，哦。你如果洁净，没有破口，没有把柄，恶者自然就对开。所以做不必怪别人，悔改祷告，这是最真实的，最有力量。我在教会里面，我进去就一个标题，是的，复兴的基础，悔改；第二个，复兴的管道，祷告；第三个，复兴的动力，圣灵；第四个，复兴的目标，宣道。我就放在教会门口。复兴的基础，悔改，所有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其实我们自己没有真心的悔改，自己不会复兴的。你再怎么看再多的书都不会复兴，真的，你再不是再多都不会复兴的啦。第二个，定点走岛，我这个新人说，王的军队啊，到那个地方啊，集中火力就突破重围。我想带短兵队到台湾到乡下地方，比如说乡下地方那个牧师喊。只有一个人，他根本没有通工啊，他不可能陪你一天的，啊。我就给同工说：“你7个人，好，一人跟你分一条街，你自己沿街绕城祷告，发觉非常有力量。你应该宣告绕城祷告，就打破工作的权势啊，一样，教会也是一样宣告。我上次到教会，比如说10点钟做礼拜啊，其实我都很早到教会，有时候我。”8点钟还拍照，我就到教会。8点半我就会在教会开始说这段祷告，就这样祷告哈。呀，感谢神哈！王牧师知道哈，我在我教会每个礼拜二早上6点半有一个祷告会，是跨教会的祷告会，是不同教会的牧师一起来祷告，大家都会忙，谁跟你祷告？每个礼拜二早上6点半，但感谢神，已经7年多，快8年，没有停止过一次。圣诞节、什么元旦，全部没有停止，包括我台湾宣教，他在我们前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我就会回台湾，真的啊。然后我明年元旦不在，他们继续祷告。谁带？神带。每次祷告，我只放一个 CD。6点半之前我开始放，然后从5点祷告，一个祷告，一个小时，我就看见神同在。我就看见在那边祷告的人，好几个神最后都给他拆派，神给他听他祷告，很奇妙啊！所以怎么样专心的祷告，绕城的祷告啊！再来就是福音扫黑，就是传福音嘛，啊，福音一出去人就被改变。我刚刚讲到那个被鬼附的，福音一出去，他全家就来到神面前。所以神要我们说要去大量的传福音呢。所以抓住机会，大量的传福音，禁食增长，好，你需要禁食祷告，好，啊，在以赛亚书，58章第6节，然后他底下说，神说拣选禁食，就是要松开那仇敌的恶，哦，你禁食祷告，不是为了瘦身的，哈，禁食祷告是让你能够更真心的贴近神，比较好。不会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很多牧师他要讲信息，他是不吃东西的啊，因为为了是他更专注的在抓住神的同在，借此祷告哈。
合一的征战啊，好好合一的征战啊，合一征战。教会最重要就是要能够真心的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还不见得真的合一，真的要合一的心是一个人，有合一的心，两三个人就只是做工，真的没有合一哦，我告诉你，真的灵不会通的啦，灵不会通的啦，真的，求神怜悯我。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一定不要失去合一，因为魔鬼还不怕你冷淡，魔鬼不怕你不热心，魔鬼最诡诈就是让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别扭，告诉你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吃，一个一个吃掉，就让我们蛮警醒的哈。好，运用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恩赐就是本来我没有，神他自己彰显他自己奇妙的恩典给，这神自己的作为，但是求神让我们有信心来领受这样的恩赐啊，还要有信心的行动啊，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基督徒，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失去了信心，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最后啊，明明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我就是把这个信心给你。我去信主以后，我感觉我就他们讲说，我感谢神，我信主的神把一个东西从我心中拿走，半个钻石。我在公务员20年，多少人为了升迁，为了一点点的奖励，弄来弄去，但神就把我拿走，你知道吗？然后其实我是真的，我是感谢神，其实我升的蛮快的，要不我怎么升啊？10年半，我是不是今天他出事情吊着我去升？别让他出事掉了，我是这样生的，我跟人家坐飞机一样的，懂不懂？当我去到中东的时候，那天在警政署知道，那个中牧师，不是中牧师，啊，中牧，我再给你升一级，但你到中东来好不好？我的主管给我说什么，我会给他说 yes， 我不会给他 say no， 我会把他克服，所以我就到中东。为什么？是我到中东上的第一天，神就感动我。你什么看不下？因为大概没有地上没有比白宫总统府更高的单位了。虽然我是那个 small potato， 但是让我看一看，就这样。所以我在那1年半，我就离开。我离开之后，我给白宫的幕僚长，就是这样的职位，可能一个长官，他说我要离开。他说你很好，我说要走。我说我要到美国读神学院。他说你从今天要开始要服侍上帝的服侍。我觉得我一生才活一次。以前20年给这个国家，给社君王，但我主再当我20年一次，换20年不满。我说主啊，让我还能够跑，再让我继续跑。所以我今天晚上就不到台湾去了，就是为了祷告哈，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是我们再请另外一个小人一起来，祷告十四。也请恩典的主席，还有邱长老 ，Mikey 有人在这里。我们一起站起来。祝我们每一位在面前静默不声。因为你是主，你是主，就你体贴着的软弱，你认识我们的恩惠，但你要我们有信心的眼睛仰望你，就愿神的灵来感动、呼召，你的灵来运行恩膏，你的宝血宣告耶稣基督宝血的大权能，洁净我们。完全更新，主啊，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我那么请贵宾牧师做祷告，还是牧师做祷告呢？是感恩做完了就。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
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拣选差遣在这边，这个属灵的盛宴让你的心再次被眺望，恳求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你的怜悯带我们进入你的国度，也因此我们有满有怜悯的恩赐，去怜悯那圈外的羊，来祝福众牧师此后在台湾奔走的脚步，也祝福每一位同工为着福音的缘故在各地做见证，在家里做见证，这样子的服事满有主的同在与恩膏。谢谢主，奉主的名，阿门。阿爸父神，感谢你，主，我们还没出生前，主你早预备好我们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谦卑说，主你来用我们，主，我们愿意被你用。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现在把我们一生交托给你，主，我们勇敢地走出来，主，我们把你给我们的爱再次的传扬出去，给我们周围的人到各地去。主，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的力量从你那边来，我们的智慧是你天天会给我们，但是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带领，让我们天天祷告，天天灵修，天天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主，谢谢您，因为主，我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有美意一个美好的安排。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天父，我们谢谢，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你的甘露配降在你的每一个仆人身上。主，我们抬头仰望你，我看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给我们的呼召。主，我们今天要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你。借着张牧师来眺望我们的热情，借着张牧师的脚步来带动我们的脚步，主啊，你在呼召我们，主啊，你再一次的来差遣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在你的面前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清洁心，让我们一生一世来服侍。愿那赐平安的神，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来成就你，让我们在主里做他喜悦的事。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谢谢弟兄姐妹们，请坐。好，现在外面雨大概停了哈，等一下我们到外面照一张团体照，然后我们那边有餐厅，我们的膳食同工有为大家预备一人一个便当哈，然后大人小孩都有。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哦，啊，这个也是空前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这里参加这个我们的同工训练，也算是我们帮这个庄牧师哈，做践行哈，因为他12月2号他在他们的教会讲完道，他就要准备回台湾了。那我们教会有预备一个小小的卡片，国政呢，哎，对，卡片，对，就信封，信封，信封，信封就是卡片。好，我们要来谢谢庄牧师，我们请庄牧师到。好，那我们最后啊，我们谢办完以后，然后我们就到外面去照一张团体照，请那个恩典教会的主席史周修来给我们做一个谢办啊。很喜乐啊，我们虽然是三间教会，可是其实在神的国里面是一间的。我们去低头祷告，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借由庄牧师今天从你那里得来的这样的
属灵的灵粮这样子浇灌给我们，让我们这样子啊可以得到满足。也求主你现在也让我们肉体上的灵粮啊降临给我们，让我们勇敢的为你这样子走出去，也借由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的啊从你那里白白得来，也求我们这样子白白的得分享出去，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饮食，让我们身体更健康，让我们每个人的可以这样为阿爸父神走更好的天路。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